哦，哥，你是二块牛啊？二块牛，那你那个么子啦？这谷子呢，人家大概一把毛子有的，啊，刚刚不是要一把多四十了？嗯。这货的有没有谷子就什么？嗯，我的一个，我拿两瓶，再看你什么了？这个是什么？皮子呢？那个了，皮子，我还发几个么子啊？还有这个，还有毛些这个，哎呀，哎呀妈！ 是可以，这边的可以拿去，可以去拿嘛？这拿你家去拿的。搁那弄啊？那拿你的，就我给你取下是你可以拿来看嘛？我给你看一下牛啊！好，你去拿一下啊！好，你等下啊！好好好好。这个地面也还可以啊。这个地面的，这个雨下的好嘞。 这个后面今年好了，你看，今年后面。我以前很喜欢看牛，很喜欢四岁五岁要看牛，放牛。我是老刘啊，今天呢又看到了一个兄弟啊，在那里放牛呢。 然后的黄牛呢，所以就我也问他，他说家里有点钱币啊，给他是本来他拿来看一下，看是什么好的钱币啊。这边给他看一下。啊，你先看前面呢，现在这个在东坡子市场。哎，什么？我来批次。十块多，拿着来。 三头上面币，这个是，嗯，那是四十三头啊，这个的以前怎么没拿着运，没拿着运，刷不着运啊，给这个，刷不着运，这个也没运的嘛。但是怎么了？当时你刷不着运，你还可以，你要是多少也十块钱就坏了，所以也是应该是九几年嘛，九几年就坏的话，十块坏十块，但是现在。 便利去也是换十块，换十块，但是现在价格也高一点，可能就十三万啊。嗯，多的这个只是品相不是太好。六六六，这个都是六五年的，这个的是六二年的，这品相不是太好的啊，六那都是六二年的。但是你要保存袋多少保存袋还是没有搞坏，还是只是多少水运袋太不太好了。嗯。 这里六十张，这里四十张，那我给你扫一下啊，扫一下啊，嗯，看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三。 五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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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
十块兑十块，五块兑十块。嗯，我没卖啊，没有卖啊。嗯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嗯，这个呢怎么来的？因为品相太差了。如果有的品相好的话呢，有的全品相扎心的，那个是一百兑两，一百块一十一桌十块的可以兑一百，甚至兑两百。嗯，全品相良好的又兑三百都可以兑到，但是这个多少？这个品相的多少不？确实是也没有太多收藏价值啊，只是拿来做么来，拿来做用品，都是五六五一些收拾收的有。这个怎么觉得人家给你去十块兑十块的都是，那是一是洋货，以前也是十块兑十块啊，都是现在又是新的了又省吃了。这个人家给你兑十块的，你们买，我给你二十块钱一桌了。啊，可以，二十块一桌，四十三桌。八百六十块钱啊！啊，这个你也给你出个多少？以前啊，这个，我去的六十多去的，
50块钱。也就是说给你出50块钱。嗯。50块钱。嗯，我要60多的话，我要给你5块钱一个，我就300块钱，给你300块钱。800啊，加一800的话，1160啊。1160。1160块钱啊！哎他妈的，可不可以？你可以，一百六可以，我就给你拉直。可以。嗯，好了，那我有。先换牌的啊。啊，好嘞，好，对，这个怎么讲呢？一个新的，新的就给可高价格高一点。嗯，你还是别某个股东嘛？不是，都是你还有什么了？还有几个迷你车，哎，这个迷你车啊，给你看一下啊。啊，这个新的能给我拉住啊？嗯，拉新的东西。哦，这是一个深浅，一个野黄铜宝，一个喜莲铜宝，这个是老的，野黄铜宝，这也是野黄铜宝，知识铜宝啊，知识铜宝，这个月湖，这个是一个月湖铜宝，这个东西是老的，这都是老的，这个是一个分钱，这里5个啊，嗯，五个的话呢，这个知识的话，还是比较稍微天然，但是这个呢，或者这个品相也还一般，这两个品相还可以，这个呢，但是现在也不贵了，但是只有20块钱一个左右嘞，可以了，20块钱一个左右，5个100块钱。五个给你100块钱了，可以，好，要1100到1210块钱啊，好，再感谢你啊，好，那你有没有手机扫了？我给你拿出手机扫去吗？啊，可以了，有了。